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本来想着看看舞蹈，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。嗯，人来了。谁谁干啥？这不是你经理吗？经理吗？不是那个那个。你先赶紧去找地方藏起来。我认识他。你认识？跟你穿着两张脸干啥呢？你赶紧走吧。我上哪里了？进去。哎，来我给你开个宾馆呗，这玩意儿你就住一宿，咱俩就在你这住一宿就完事儿了。开个宾馆，啥家庭啊？天天开宾馆，没事儿，走吧，开个宾馆住吧。不是，我会。那你上那屋住去呗。啊？还在这屋？兄弟们，我该怎么办？在线等。